额吉的炊烟这一首歌，咱们唱的时候呢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声音呢一定不要从不曾离开，声音往下掉，你的声音一定要往上，每一个字儿都要往上走，尤其是最后这一个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挂住，要不然你后面就会掉下来。从不曾离开，一定要这唱唱，注意后面的字儿呢我都标出来了，一个音啊，拼音挂，感觉从不曾离开这一片牧场，牧归的人身后跟着牛羊，每当那雪花飘洒的时候，最温暖只有那座银色的毡房。一直都相信额吉从未走远，就像那缕炊烟飘到天边，打量了乐车再到我的童年，我时常想起总会泪流满面。大家一定要感受到挂的感觉哈。好，接着第二点啊，草原上放爱走，草原上洒满宁静的月光，额吉的歌声还在风里唱，每当那浪花盛开的时候，我采下一朵思念望向那远方。只还相信额吉就在身边，就像那缕炊烟依然温暖天空的烽烟，牵走我的悲伤，我又看到你那慈祥的笑脸。如果觉得这个交唱的办法呢对于大家有帮助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哦。我告诉大家我在抖音上直播，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钟都会直播哈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。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只要大家搜索黄小仙的趣味人生就能找到我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